几件衣服真的是好重啊！哎呀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啊！一袭白色套装，背上还搭配银色翅膀。歌手陈晓东28号晚间以羽翼男神造型正式从天而降，气势登场，祭出近40首豪华经典歌曲，诚意十足。也许我是像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。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放肆的样子，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也许我是天生崇拜追逐。当你将一缕装得若无其事，请原谅我，像风一样的男子。小巨蛋你好，今天大家的心情好不好啊？再给我听一下你们的声音好不好？ All right， 欢迎来到陈晓东 Reflection 心有独钟30周年台北站。我们终于做到了。我看到很多朋友网友你们说来到陈晓东的演唱会哈，就像来了一个高中同学会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尽情的来回顾一下我们那一段青春的时光。我知道呢有很多的歌曲应该是陪伴着大家的成长的，是不是啊？出道30年首度攻蛋的陈晓东精心为台湾歌迷献上限定豪华歌单，当中特别把大家耳熟能详的国语歌《风一样的男子》《心理游戏》《心有独钟》等都收纳其中。就让我爱你，直到我